4年前上京，为的就是覆灭薛氏一族。这一点，谢某未曾改变。但公义先生，你可有想过，如果同州真的哗变起，多少无辜的人会因此丧命？那又如何？围城大事，死几个微不足道的人又算得了什么？ 统统杀光！乱世之中，圣人只能做个废物，这天下唯有枭雄才能颠覆。自你踏上这条路开始，你就回不了头了。你帮着燕牧，但你敢让他知道你为王爷做的那些事情吗？ 你不想与我等为伍，但王爷随时可以告诉朝廷你的身份，那时候你又该如何自处？你以为你站在顶峰操纵一切？可这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，顷刻便可颠覆。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京城的事务你就不要再插手了。至于王爷那边。 圣人难成大事，天下要的是枭雄。守规矩的人，都会走得难些，那就不要守规矩了。 做到的事，我也做到的。放心，你只是先走一步。督军，你啊！惊雷那些人。 迟早会来陪你的。